我只知道我要赶明早9点半的飞机。你是谁啊？而且我没钱住饭店。无聊。我是方医师，今天晚上有星空电影院，我要 check in。无聊。你看过哪些电影啊？你猜。我猜啊。我没印象有哪部电影跳过这么好看的。我喜欢我看向别处时，他望着我的眼神。你输了。你的证件。听说世界上有3个跟你长得很像的人，但只有一个会跟你灵魂相通。有一天你会刚好遇见，你要保持警觉。那天可能是任何一天。